中国一贯高度重视体育事业的发展，积极参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。韩正副主席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，出席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等活动，充分显示了中方对国际奥林匹克事业发展和法方办赛的重视和支持。中方预祝巴黎奥运会取得圆满成功，为推动全球团结合作注入更多的正能量。